香港 TVB 视帝陈长鹏与三名女星刘佩月、陈爽和战其清等1月15号出席某商场的活动。刚刚踏入39岁的陈长鹏获现场的粉丝送上鲜花和蛋糕祝贺。陈长鹏透露其中的一个生日愿望是希望今年演的角色会得到更多观众喜欢。他也预告春节会到海外去登台，如果到时候有艳遇的话那就更好了。我新年还有情人节都会去美国啊、越南啊、还有马来西亚做很多登台啊，或者是一些活动吧，也可以跟那边的观众见个面吧，因为他们这几年都支持我很多嘛。此外，陈长鹏在年初曾经提到将会多唱一些电视剧主题曲，为开个人的演唱会做准备。据他所说，他已经得到了很多人以行动支持，但能不能开得成，最终还是要听公司的安排。都有机会，有机会，但是真的要跟公司谈一谈，或者是安排一些时间吧，因为还有我在已经努力去想。如果真的要开个一些小迷你的演唱会，会一个方向是怎么样？但是我身边真的首先要谢谢很多朋友都很支持 ，sponsor 是没问题的已经。但是最重要，我也希望做这个演唱会会好吧，不要浪费他们的用心吧。Yes 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